辣子鸡就是要那种碎肉。行，那明天辣子鸡能吃吗？行。对对对，明天反正我就做我来做吧，我来做我能做的。料酒，然后盐。我先找到个诀窍，炸鸡肉要炸两次。炸两次和炸一次有什么分别？就是要外面要酥一些，会比较脆一点。原式诀窍。店长试一块。咋了？飞起来了。飞起来了吗？飞起来了。有点辣，有点辣。有点辣。好吃但是有点辣。给。有点小，喝两盘吧。喝两盘。没有想到它这个辣椒这么辣。要不要叫客人？那你这个辣的是因为炒的很香啊。是吗？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很香。就有点辣哈。我只能说我尽力了，感觉好轻啊。水是有点多呀，亲爱的，水太多了，就我觉得水放多了，就慢慢煮干呗，可以捞出来一点，亲爱的，真的可以吗？可以捞出来捞一点。这个我是第一次做，我不会。很好了，你能做出这个品相已经很好了。再倒点水淀粉进去是吧？主要是水多。啊。在那就再放一勺豆瓣酱。怎么样？有一点点淡。还是淡。好，就盐太多了吧？做了够吃。咸了，又咸了。那就加糖吧，加糖可以吧？糖和盐是对着来的，对，加这么多可以吗？对，可以的。这个咸了，看柠檬汁吧，它会不那么咸。好，不会怪味道吗？不会。好了，你试试看，再搅一下。一点点咸。今天全都是圆圆做的，特别辣。他答应给我做了，合您胃口。辣子鸡。还行，挺香的。这个我是第一次做，很好嘛，特别好看。第一次做成这样很不错了。嗯，可以。哎，好香，很香。来，对，有点咸，下饭吃还可以，但是单吃有点咸。你这个是许仙豆瓣酱吗？我第一次做，怎么样？你看这颜色挺多的。应该有红油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没做得好。这辣子鸡还可以吗？好，是哈。你看我这鸡一半儿，你这个有肉末，还有葱花，这个都挺正宗。不夸就好。辛苦了，店长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挺有成就感的，开心。